玉环，你要跟我斗阵走无？玉环，你卖内讧无？ 你别跟我放过，我怀孕啊！玉环，你是安怎要骗我？你是安怎唔较早跟我讲？迄个人就是我，就是你阿娘对不？你袂当无信，伊就是你阿娘。伊毋是我的阿娘，我这世人永远都袂认伊。玉环，玉环，玉环。 敢讲你袂认得我？我明明是安怎要对迄个歹人走？都是鬼！无毋对，就是我。玉环，天宝。 我哪里倒过的人都是伊，伊是阿爷久久讲的迄个大善人，原来都是伊。你听我解释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，这几年来，老阿一直做善事，做好乡里，伊绝对不是你想伊款歹人。亲像伊生我这么戆，破坏别人家庭的人，敢讲伊是一个好人？天宝，你是安怎搁要替伊讲话？你来这么糊涂？我是。 当初伊无应该破坏你的家庭，佮你阿娘娶走。啊，毋过你敢有想过，若毋是伊娘娘真正伤害，敢有可能维持到即马？而且老爷，伊已经知影伊做毋对代志啊，伊想要弥补你。玉环，伊即马真无简单，才有法度佮你阿娘。 两样团圆，是安怎？你无法度接受，你已经失去真久的幸福。我无幸福，我的幸福早都已经毁掉啊！彦波，敢讲你袂记啊？咱伫咧罗里村过是甚物款的日子？我的痛苦。 我所有一切的折磨，拢是这个人所造成的，拢是这个人所造成的。玉环，别个讲啊，我袂听。玉环，你闪开！玉环，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，让你受尽这折磨。阿哥。 这十几年来，你敢知影阿娘的心内有偌尼痛苦？我逐天烧香拜拜求神明，假使哪会当，让我搁再找到你，就算我爱我去生，我嘛甘愿，你知影无？ 我知你心内的痛苦，我嘛唔敢，唔盲讲你即马就会当原谅我。讲实在，一世人我感觉上无欠的代志，就是无较早找到你，让你在外面吃真济苦，我伫家乡里惭愧。点去？唔管你讲啥物。 我拢袂相信，不管是你，啊是你，玉华，我知影，不管我即马安怎讲，拢无法度表达我心内对你的亏欠。不过过去一切。
已经拢无法度挽回啊！即马讲希望讲你会当留一车，放弃过去我有分管我，你哪尼啊惜你，好不好？玉华，玉华，再过来，卖阁讲啊！我一世人永远拢袂原谅你。四鬼，四鬼，你阿在是咧创啥？你起来啦，四鬼！玉环，是我惊。不管你变作万文华拢无去，阿母请你带点。有我囝的天使，带念恁阿娘思念恁十外冬的感情，我有一个机会来弥补你，嘛，我一个机会来弥补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玉环，敢讲我阿娘跪来求你，你才肯回头。玉环，卖叫我！玉环，玉环，老阿就已经跪落去，谁说你什么机会都无爱给伊？我给伊一个机会，谁还有人家一个机会？爱我原谅伊，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！玉环，玉环，玉环！四哥，顶个，阮舅嫂见表兄了后，内底已经过个旧案了，我想要再离开崔天波。是我找到玉环的，而且还有官位手底给救出来。你来多，伊替我讲过玉环，叫伊跟我做伙回去。回去？什么叫回去啊？那是朱叔公因家的，因哪会跟咱回去啊？我无话通讲啊吼，家己做伙代志，都无法度甲亲娘交代。玉环，我老，你来跟我们家代志讲好清楚，我直接跟你变面了。玉环是安怎靠到这么上心啊？啊？因为朱叔公这摆福利是伊阿娘。是你，当初老爷甲你阿娘两个人相撮走，是伊的唔对。也毋过，伊已经知影伊做唔对代志啊，而且也真后悔。假使讲恁若愿意给伊一个机会，我相信，伊对你啊一定会当化解你心内怨恨。你讲了真轻松，这个机会，唔那是因为我的身上。伊阁印在我的心肝内，你应该想清楚，我心内所有受痛苦甲不了，这阵的好人都无法度化解，你知影无？我会当化解，玉环，玉环，你听我讲，
你一世人会当找到你阿娘，是天公伯给你上大的恩惠，无亲像我甲亲娘两个，自细汉无依无靠，无爸无母，这才是阮两个一世人上大的遗憾。玉环，你听我讲，我你敢怎去啊？你哪会变到这么残忍啊？你现在一直要逼玉环离开阿娘，我是为着玉环失踪，你不是替失踪，你是伤害伊。你知影代志的真相，无甲伊讲无大忌，竟然阁替做事过辩解，结果你袂记啊？是做事过破坏玉环甲离婚家庭，你安尼做，敢对起离婚？这是两回事，你袂用死灰不分，死灰不分哪是你？敢讲做事过替你抹了前面的记号，你就当零差罪犯，你做人完全弄到放弃。敢讲做事过替你解脱努力的身份，你就会当把咱三人感情弄到放水流。你真正袂记啊？咱三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嘞，不是？咱两个人不是玉环上亲啦，玉环上亲啦，是阿娘。在我的心肝内，我上亲的人，除了阮阿爹阿叔以外，就只剩恁两个人啊！假使讲你不承认，我紧，青龙，咱来走。玉环，天宝，青龙，你卖过头了好不？我有电脑，我在保护玉环。你安尼不是保护伊，你安尼是在害伊。这摆就算对玉环来讲是上安全，假使讲玉环就走吧，何里安尼想？玉环，请你带阿母阿爹的亲戚，跟我回来去。我不爱，我不爱！天宝，想袂到咱兄弟伫这阵遐冷酷，今日这件代志你唔对，你想好清楚。现在找无人啊！伊和我阿弟秦龙抓走啊！就是你讲迄个自细啊，甲你做伙大汉的李清龙，无唔对，就是伊。哎呀，天宝啊！你哪样简单，就放玉环叫李清龙抓去啦？老爷，有哩。假使讲玉环都想要回来。就算讲清凉，也无法度甲抓走。但不过，你放心啦，清凉会好好保护玉环，玉环会平安无代志。什么无代志啊？玉环若是真正有李清凉带去过分者，那呢？官府讲玉环是土匪的罪名，都真正洗袂清啊！四贵，那呢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无啊！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我一定查出高分子在什么所在，一定会将玉环带回来跟你团圆，安尼好无？武林，虽然表面看起来玉环无想要回来，但不过
其实在伊心肝内，伊真希望会当回到伊的身躯边。感谢神。但过伊即马无法度接受恁，恁予伊淡薄仔时间，我相信伊会了解，伊一定会了解恁的苦心。你会去打无？我来提水。哎，唔免啦。玉安，是嘞，拢怪我无较早找着你，才害你伫这段时间拄着遐尼济代志。锦书还甲信天狗实在有够苦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金亮。拄只，你是安怎要甲天宝动手？我根本要气死啊！哪有可能无甲伊动手啊？若不是你叫我紧走啊，我无遐尼简单放伊煞。你莫安尼啦，我无希望恁两个拍歹感情，而且天宝伊嘛是一片好意。只是我无法度接受。什么叫好意啊？你是拄着过认着人啊？你根本就来就是给当作是大好人，安怎该讲都讲袂听？我无该拍，要哪样呢？清凉，你莫安尼啦。虽然天宝甲朱树贵合起来骗我，我嘛真生气。啊，不过我相信伊的本意嘛是为了我好。咱三个人是上亲的兄妹，你袂用个因为一时的误会来开变面啊！安尼，我还真艰苦。哎呦，我的个性你也不是唔知啊！信任的牙起哦，就算会拍烟嘛，但是那过着准拄煞。好啊，你莫阁艰苦啦！我保证啊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甲天宝带倒去高分寨，甲咱团圆。啊，对啦，我听讲你甲高分寨人做伙，你敢不知伊是土匪？啊，若无是安怎？连官府拢冤枉我，讲我甲因勾结，要来抓我。啊，讲到高分这兄弟啊，每一个都是有情有义的英雄好汉呐。阮拢抢歹人来帮助善家的人甲好人啊。虽然哦，拢做的是无本钱的生意啊，也毋过比起朱书贵、锦书遐个人，毋知好几啊百倍啊。寡妇想要抓你哦，一定遐个人诡计啊。你若是毋相信啊，等者我带你甲金彪遐见面，看到你就知。袂转来啦！好啊啦，莫遐着急啦。秦良伊即马个性加真惊着啊，应该是袂有代志。啊，不过伊来去遮久啦。搁等一下，伊随转来。我袂啦，我袂等啊啦。哎，桂英，搁等一下。阿兄，你是咧烦恼啥啊？我，哎呀！金彪兄，桂英，我甲玉环带转来。伊就是玉环哦，你一定是桂英哦。我听清凉讲，金彪兄唔来收留伊，
国家的武功。昆明姑娘嘛为了救我四界奔波，我是才感激你的。你唔知安尼讲，我甲青龙当作是家己兄弟，咱大家拢是一个伙啊。以后这种代志都莫阁讲啊。是啊，你莫这么客气啦。啊，阿哥我以后叫我昆就好啦，叫我昆姑娘就没关系呢。昆英，留下你。你咧想啥？搁咧想天宝啥？我是在想阮母啊。天宝到底是得到朱书贵什么好处？以前怎遐尔为何朱书贵？我嘛想拢无。那个朱书贵的身份地位差遐济，伊是安怎对天宝遐尔好？哼，一定有阴谋啊！一定有阴谋啦！啊，无这兄弟哦，无可能变作安尼。青龙。你较有耐心嘞，我知影你真珍惜你甲天宝的兄弟之情，就亲像我的小妹伫钱四海庄阿爷失踪遐久啊，我嘛只有耐心慢慢的去找。金明兄，你是讲你有一个小妹在庄阿爷失踪去啊？是啊。有一句话，我唔知是唔是。应该跟你讲，讲啊，有话你就讲啊。金素海伊有甲我讲过，讲伊咧庄阿瑶捌害过真侪查某囡仔，唔知影恁小妹。桂英，你赶紧还债再等我。金明啊，我该做一个。是你的什么任务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想做被总统府的去了？你唔免问我是什么人，把林玉环交好我。你找玉环是要创啥？叫你交出来，你就交出来。这阵妹，林玉环是阮的朋友，而且去无啥目的，而且偏偏是江湖中人，想做唔肯进入无见人。廖金彪遐尼出名啊？有什么人不知道？你
我不要紧，真了，多谢你。想不到你的紫砂掌已经练到遐厉害啊！金明啊，今仔日哪会遐拄好？咱特别去找新树海，这新病也不得出现啊！而且，伊竟然要掠玉环。阿兄，看起来以前讲过，伫个金树海姓陈到背后的人，应该就是伊啊。无唔对，而且将来看起来，阿妹也是凶多吉少。这个李清亮，功夫愈来愈厉害，我若是留伊落来，早晚也是一个祸害。我叫你无简单，才找到林玉环，想袂到你竟然走去勾魂寨，勾魂寨，勾魂寨，我怎么说？那是无甲你母甲弄假煞的，我绝对誓不为人。朱书贵，一切得为朱书贵开始。你敢知影，这回救走林玉环的是什么人？唔知，是朱书贵。朱书贵，你若有法度能解决伊，就当解决真侪困难，知影无？是，阮两个即时去办，即时去办，即时去办。老爷。老爷，你找我。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，坐啦。是。大伯啊，这阵啊，我一直在想，都是因为当初的事，我无去顾虑着玉环，才会发生今仔日这款的悲剧。我一直在想讲，看有啥物办法会当改变，或者是讲弥补这一切。有这件代志，咱来先做看卖。啥物代志？你紧讲。顶回。我甲玉环微信能够走出来，阮两人嘛秘伫林家旧厝。林家的旧厝，是。我会记得迄当阵，伊爸对我讲过，伊真希望会当甲林家旧厝整理好，会当恢复甲以前同款。我知影，这是伊心肝内。上大的心愿，而且我嘛捌答应过伊，一定要帮助伊达成这心愿。你的意思是，要我替伊完成这件代志？老爷，玉环对你有遐尔深，你若是愿意替伊出一出力，甲林家旧厝整理好，唔然会再化解伊对你的心结，而且。咱阁会当把这个风声放出去，伊若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定会回来看卖。安尼，咱就有机会会当找到伊啊。对，对。到。啊。现在屁股。是是。玉环，你来。是。慢慢来。玉环，你遐创啥？你来，来，这边坐。唔免啦。不要紧啦。玉环，桂英，恁倒来啊。大爷，你搁受伤啊？不要紧，小伤尔。大爷，这位是？啊，我是。这个就是玉环，这边总算是顺利把他救回来啊！桂英，
麻烦你带玉安回去房间好睏。好。玉安，来，我带你去。不要紧啦，进去啊。多谢。你是安怎啊？甲大哥斗阵就算，无好好甲保护，害大哥着伤转来。是的，是我含慢啦。铁哥，这甲亲娘无关系，完全是因为对方武功上悬啊。若毋是亲娘，我可能无法度脱身。那呢？到暗暝要煞手。有，应该是可。这是坏孩子，这是坏。来啊，飞乌鸦！把所有兄弟叫来，给小张好，咱落山去查药，替阿妈报仇。是，小张来。大，李千伦，李师，替我，金树海跟信田家有交集，势力真大，那是安尼妄动前去，只有丧性命。但是，敢讲阿妹要还仇，就安尼转住说，这仇一定要报的。杨哥，要做好准备报仇才有希望。而且，金树海背后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做伊靠山。就算讲你我尽量，甚至加一个困境，嘛不一定是对手。今明仔讲了无唔对啊，迄人武功真悬啊。今日阮有拄着，若毋是金明兄拼性命，阮四个人已经死伫伊个手头。所以咱一定要等，等时机若到，甲信天到、金树海这人做一个解决，知无？爸，你看卖，这房间你介意无？对我一个伫罗尼村大汉的人来讲，这间房间已经真好啊，玉环，我带你来去阮山下四个家家看看，好无？好啊，来，行。玉环。你会跳没？袂啊，休困起来啦。啊，多谢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啊？无管秦良常常讲你足巧的。青龙讲我才巧诶，伫咧青龙心目中，你是上好诶查某囡仔。迄是因为阮伫咧罗里村大汉，伊毋捌看过其他诶查某囡仔，毋知安怎讲啊。即马，阮已经离开罗里村啦，伊诶见识嘛愈来愈侪啊。我相信，伊都袂认为讲我是遐尼啊好啊。无可能啦，伊对你诶印象。还有感情，一世人都没改变啊。你拄只讲遐个话是啥物意思啊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。你甲秦良，还佮有迄个江天宝，就算斗阵大汉，你的感情拢真深。因两个人会当为着你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啊，不过安怎？玉环，我敢袂当问你一下代志，你唔通生气哦。你甲迄两个人到底是甚物款感情啊？兄妹啊，刚刚那是兄妹感情。
虽然咱两个人是初见面，啊，不过我感觉咱两个人实在真久安尼。清凉，心肝内想的是你，顾的嘛是你，啊，搁有迄个江天宝啊，我感觉伊对你的感情真深，而且唔那是虾米啊感情嘞。是田宝，田宝啊，那呢，恁两个人啊，无啦，我从来毋捌想过这个问题。清凉甲田宝，都好亲像是我的亲人，是我一世人上重要、上亲的人。有偌亲，有偌重要，是亲像阿母这尔亲。阿姨，亲像虾米啊，这么重要。对倒一个人是虾米啊？对倒一个人是阿婆。我，你现在怎唔讲话？你是讲袂出来，还是你唔敢讲，还是连你都分袂清楚？就亲像你所讲的。咱才拄仔识识尔，是安怎？你来这么关心这件代志？我是提醒你啊，感情会当帮助一个人，嘛会当害死一个人啊。恁三个人感情这么好，千万袂当因为感情的代志破坏恁三个人感情啊。你在讲啥？我听拢无诶。总共一句啦，我无希望你三个人受到伤害，尤其是清凉。我要讲啥，你应该知影。我先来走。困衣。爱的清流，桂英，你在想啥？无啊。我实在是足怀念哦，以前的桂英啊。今麦的桂英，甲以前有啥物无同款？差，差足济。以前的桂英活泼，无烦无恼，日子过甲足快乐的。也毋过你亲娘来了，你规个人拢变啦。当初是爱大汉的，袂当永远参着一个囡仔同款啊。袂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也毋过。啊，毋过安怎？桂英，得袂到的物件，唔通强求啊，安尼才会快乐。你是在讲你家己哦？桂英，卖想别我有问题啊！迄李清良甲李玉环是自细汉斗阵大汉的，因两个人欺负你嘛，你卖搁去想。不要讲啊！桂英，我这是为着你好呢。你想看卖，爱着一个无应该爱的人，那是痛苦的，被爱才是幸福。你应该好啊！好啊！我的感情，我家己会处理。而且，我无讲，我爱清凉啊！你何必欺骗你家己呢？大，迄个你爱清凉哦，你嘛少管一下。清凉先生，
伊无应该对桂英安尼高高低啦。好啦，我知，我会处理。这李清良哦，绝对不是简单人物。我看，伊追求桂英，一定另外有目的。伊有啥物目的啦？大，你唔知影？你莫看清良哦，表面上看起来敢真老实，其实哦。伊野心真大呢！伊有啥物野心？你想看卖？你收留伊，留伫咱公园坐偌久啊？你无替咱公园坐好好做代志，一日到晚哦，敢若知影弟弟的公园后壁咧戆戆坐啊？伊为着是啥？为啥？为着你啦！为着你公园坐带头即位啦！